会的所有贵宾，掌声欢迎你们特别拨空前来，为今天的记者会增添许多光彩。那这边呢，也要特别感谢哦，我们高雄市政府这次浮光杯呢可以在高雄举办，非常感谢高雄市政府鼎力的相挺，提供充足的市府支援，以及提供高雄小巨蛋这么好的场地，在此非常感谢高雄市政府对这一次的活动的全力协助，谢谢。那在我们记者会开始呢，一开始我们要先欣赏一段浮光杯的影片，让大家了解浮光杯的精神与欣赏精彩的片段。那我们知道呢，篮球比赛一直以来是台湾的重点球赛，那幸运大师也表示过自己非常热爱篮球，透过打篮球能够培养运动家的精神，促进团队合作。现在就用我们热烈掌声来欣赏这段影片。2003浮光杯大学女子篮球邀请赛，有来自台湾、中国、日本、法国、马来西亚等世界强队，为您展开精彩的女子篮球竞赛。8月27日，在高雄巨蛋热烈开打，请您用力欢呼，一起为他们喝彩。看球赛，抽大奖，现场还备有精美赠品要送给您。高雄巨蛋，我们不见不散。是的，高雄巨蛋，我们不见不散。三好篮赛，非要全球。相信透过影片，大家更加了解到浮光杯邀请赛的三好精神，以及希望透过球赛达到国际交流，并提供篮球选手更多的表现平台。热舞表演，此次邀请赛的主题曲为《跳跃让我成为骄傲》。我们特别呢，请到浮光青年来为我们展现跳跃的活力。现在就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浮光青年所带来的《跳跃让我成为骄傲》。Thank you.
今年的青春活力。从这首歌曲当中，也确切地传达出篮球选手们的投入与运动精神。每一个跳跃都是荣耀的开始，努力奔跑，汗水因每一份努力而闪耀。贵宾入行，热烈掌声有请今天与会的贵宾上台就座。我们掌声欢迎贵宾就座，也再次感谢所有贵宾的莅临，让我们所有参赛选手感受到被肯定与重视。介绍贵宾，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与会的贵宾。首先，我们掌声欢迎高雄市政府教育局长郑新辉局长，欢迎局长。以及高雄市体育处处长陈武维处长，陈武雄处长，你好。以及国光大学校长杨朝祥校长，欢迎杨校长。以及三好体育协会会长赖维正会长，我们资深国手陈祖烈先生，陈祖烈国手，欢迎您。以及我们台前的贵宾哦，中华民国篮球协会理事高元溥李锦花贤伉俪，欢迎你们，欢迎。好，这个是我们资深国手哦。还有我们中央日报主编苏玉珍主编，欢迎欢迎主编。以及我们碧涛队的国手吕清香国手，欢迎。还有我们资深国手刘金荣张曼平显抗力，欢迎。以及我们资深国手王耀煌先生，王耀煌国手，欢迎。以及还有我们来自日本的日本樱花高中的井上先生，以及还有我们林黛华立法委员的主任周忠信主任，以及我们高雄捷运股份有限公司公共事务处贺新处长，欢迎您。以及还有我们高雄市体育协会铁人三项委员会主任委员江继生主任委员，欢迎您，欢迎。还有我们所有的代表队的教练领队和选手们，欢迎们，欢迎。主办单位致辞，我们有请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局长郑新辉局长代表我们主办单位高雄市政府为我们致辞，掌声有请郑局长。谢谢。我们国光大学杨校长也是前教育部的部长，那么我们三好体育协会我们赖会长，还有我们老前辈我们陈祖烈陈国手，还有今天刚刚司仪介绍了非常多非常多都是篮球界的前辈，还有许多贵宾，许多充满的这个热血的我们的年轻好朋友，体育处陈处长，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好。非常荣幸那么有这机会，那么首先要代表我们陈市长，那么非常热烈的欢迎所有的好朋友来到高雄。我们高雄事实上是一个热情的一个城市哦。那今天这个记者会原定是市长、副市长他们来主持，但今天真的是一个好日子，所以呢，挑这个记者会啊，真的挑到这个很好的日子啊，大家真的都非常的忙碌啊。不过也可以显示出来，今天是一个好的开始哈。那我想国光杯的女子篮球赛，那么过去一直都在宜兰举办，那么今年，在我们那个佛光山的这样的精心安排之下，那么特别来到高雄，所以我要特别代表陈市长，那么感谢佛光山那么特别这样的一个安排，让我们高雄有尽地主之谊的这样一个机会。那我想我们高雄市呢，我们是一个非常强调健康的一个城市。那么一直以来我们跟民间的团体，尤其是运动的团体呢，有非常好的合作关系。那县市合并之后，我们跟佛光山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个合作，那我也深深的感受到对佛光山它的那个推动，无论是社会的教育或是学校的教育，那么这样的热情我感到非常的敬佩。我过去一直以来，或者是也是一般对于那个佛教的一个观念，就是
佛教跟基督教最大不同，比起说佛教很感觉是出世的，也就是说他可能比较强调修身，那么会远离一般的这个世俗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情境。那但是呢，我好几次到佛光山，感受到他们对于整个教育的一个推动，他们是走进了我们的生活，那规划非常非常多，那么有意义的活动，那么我参与呢都非常的感佩。那么最近以来，我又有一个惊讶，就是对于体育运动的这样的一个热情的支持啊，我也非常的压抑，因为总是觉得说，那我们的法师也好，和尚也好，穿着袈裟打起球来，那个样子会是什么样子？可是你可以发现，他们的活力基本上是让我们觉得非常感动的。所以之前无论是棒球也好，那么这一次又有篮球也好，让我们的确对我们这样的所谓佛教这样的组织，我们是有不一样的一个印象。所以在这里，我们非常乐意啊，那么跟更多类似这样的一个民间的团体，我们一起来推动有益于社会健康的任何教育或是体育的活动。那我想今年我们大家都非常知道那么来参与这个佛光那么女子篮球邀请赛的队伍相当的多我们有六个国家11个队伍。那当然力邀的国家之中也有非常有名气的像法国里昂的第三大学他们的篮球队都来到这个地方，其他当然还有日本、马来西亚等等的一个国家。那我想这样的一个赛事呢，在我们高雄，那么设备非常好的巨蛋呢，那么从21号开始呢，有7天的比赛，精彩一定是非常可期。所以有非常好的团体，那么触动这样的一个工作，我们有高雄巨蛋这么好的一个场地。再加上我们有这么好的球队尤其这么多今天非常多我们国内篮球界的老前辈都来支持，可见这一个活动相当具有可看性跟它的意义跟价值。篮球在高雄呢，是我们青少年最热爱的一个体育活动，所以我们高雄市不止在体育场的对面那样的最适当的篮球场地是室内的，那么几乎每次我常常听到我们武雄处长讲晚上的灯都开到我们不得不把它灯关掉那么才能够让他们来解散。那从这个应该说今年开始，市长呢又在我们湖城高中呢也新设了一个多功能的球场，那么也是篮排球呢可以兼用的，那么一直期待我们能够赶快在今年就整个能够来完成它。那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会尽全力来完成，目的就希望让我们青少年朋友那么在学习之余也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运动场地，让我们高雄真正成为全民一起来运动的健康城市。那我们不只是全民的运动或青少年之外这些运动之外，我们今年其实1到7月啊，跟各位报告我们就办了11场的国际运动赛事，那么8、9月呢，陆陆续续有办了10场，那么各类的国际性的一个赛事，可以说好像今年是我们高雄的国际运动年那么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热烈获到大家的一个肯定。我想我们高雄的场地非常的多，那么我们同仁相当的辛苦，但是我们只要看到我们办的赛事有非常多的热爱运动选手来参加，我们的辛苦呢就会转化成为一种喜悦。所以希望大家一起来运动。那么当然今天的记者会最重要的主题是我们女子的篮球赛，那么这么好的赛事，我们希望透过各位媒体朋友的介绍，那么更多人一起来参与。我想在球场上打球的我们的这些球员应该更能够展现他们的身手，用最好的球技呢来回馈给大家。那么预祝我们这一次整个篮球比赛非常的顺利，各位好像看到旁边还有一些摸彩奖，对不对？ OK， 那这个也是
共襄盛举的一个作为哈、哦。那么大家踊跃来参与，那么不要忘记哈，21号那么可以来索票，不用买票的哈。OK， 所以非常好。那么让国内的运动，那么先从不用买票的，慢慢的走向小额买票，大家一起来参与。我想我们台湾应该会成为市民都非常健康的一个台湾，也是一个高雄。那么祝福大家，谢谢。谢谢我们罗仲局长给我们这次邀请赛的肯定与祝福，谢谢。接下来我们要邀请佛光大学校长杨朝翔校长来我们致辞，掌声欢迎杨校长。郑局长、陈处长，我们三好运动协会的赖会长，还有我们陈主任、陈老国手，还有好几位老国手，还有各位媒体朋友、各位贵宾、各位来自国内国外的各球队的代表，大家午安，大家好。好。刚刚局长说今天市长很忙，因为今天是好日子，不只是市长很忙，连天气都很忙，台风本来的早期。刚刚局长特别提到说，很难去想象法师们这个打篮球的样子。如果各位想要看法师打篮球的样子，明天请到我们开幕式来，给我们大师呢，他会当场呢在那开球，或者看到呢我们法师打球的样子。首先，利用这个机会要感谢高雄市政府愿意呢来配合提供这么好的场地，提供了巨蛋，大巨蛋呢让我们来打球。我们过去呢都在我们学校的小巨蛋里面打球，我们从呢小巨蛋到大巨蛋。那我们过去办呢佛光杯的女子篮球赛呢，先刚开始的时候是我们国内的队的比赛，去年呢我们是两岸的总比赛，今年呢已经扩充到国际。而且呢是从礁溪呢走到高雄来，那这表示呢我们女子篮球队呢是逐步逐步在扩大，逐步逐步在移动。刚刚呢局长特别提到，我们呢希望透过篮球来让大家体会到运动的重要，也希望呢能够从体育里面呢学到非常非常多东西。而我们佛光山呢，虽然它是一个宗教团体，可是事实上呢，在过去，它改变了大家呢认为佛家呢是修身这样的一个概念，而呢走入人间。不只是呢，我们办有很多的学校，我们有四个幼稚园，有两个中小学，有一个高中，我们高中，另外呢有四个大学，现在目前呢可能还在增加一所，两所在台湾。佛光大学跟南国大学，另外呢在美国的西南大学，在澳洲的南天大学，那最近呢菲律宾正在呢筹建呢世间杰大学。所以呢在教育方面呢，我们佛光山可以说是不遗余力的来办。那市长呢除了办理教育之外呢，过去这段时间佛光山呢也针对着整个社会如何能够呢提高品质，在做很多努力。比如说像三好运动，三好运动呢强调的是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过去呢可能是在佛光的系统里面自己在推动，但是呢从两年前开始，我们在国民中小学、在高中职也在推动。另外呢为了让文学能够呢继续的扩大发展，我们有文学奖。为了让呢媒体能够呢正向的发展来净化社会，也有呢真善美的媒体奖。那另外呢为了让教育能够继续扩大呢，也特别办星云教育奖。那么这些奖项呢得奖的最高都可以达到100万这样的一个奖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呢透过这样的很多的活动能够呢来净化社会，来改变人心。篮球事实上也是这样的目的，希望呢能够透过正当的体育活动，让我们整个社会呢大家更健康更快乐。而这次参加了整个篮球的比赛里面，当然我们佛光的女子篮球队呢是我们过去在推动女子篮球队的最主要的主力之一。那我们过去呢都是在
郊区宜兰呢来办理。但是我们知道呢，南部地区有很多的民众对佛光山非常的支持，那大师呢也希望呢能够回报整个南部地区的民众，所以因此呢经过审慎的考量之后呢，我们今年呢特别移师到高雄来。我相信这样的一个活动，七天的比赛，必定呢会带起很多很多高潮，也希望呢在暑假这段期间，有很多的年轻朋友们，有很多的社会人士们，都能够共同的来参加这样的一个盛举，那么让呢篮球活动能够在国内继续的发扬光大，能够让更多的来参与篮球的活动。所以再一次的感谢呢郑局长、陈处长，还高雄市呢愿意来配合提供很多很多的服务跟场地。那再一次的欢迎我们来自六个国家11个不同的团队，希望这次的比赛顺利成功。今天与会的各位贵宾、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健康快乐，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杨校长的祝福，那也谢谢杨校长对此次邀请赛清楚的介绍。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有请我们资深的篮球国手陈祖烈国手来为我们致辞，我们掌声欢迎陈国手。郑局长、陈处长、杨校长、赖会长，各位媒体界的朋友，以及篮球界的同好，我说你们是老前辈啊，显得太虚假了，因为我是这个政府民国37年天台第一代的篮球代表，所以说不会再说老前辈的话，那太虚荣了。这个说到这个打篮球，我一生很喜爱打篮球，也打了一辈子篮球。从民国37年到这，算算大概已经有55年的历史。在这中间，我们也曾经为国家争取在国际的篮坛上争取相当好的成绩。那么，可是时间不饶人，我们这一批几乎已经被遗忘了。但是很高兴的是，今天我们是被佛光山星云大师点名邀约我们前来，这个不能说赞助了，只能说是来为这个篮球稍微尽一点绵薄之力，所以非常感谢佛光山这个星云大师的邀约，也感谢这个佛光山大学杨校长的邀请，跟三好赖会长邀请。那么谈到刚刚各位已经说到了这个篮球，这个佛光山已经3年的历史，刚刚杨校长也讲了，第一年就是国内的比赛，第二年已经推到两岸的互动，今年第三年没想到那么快已经推到了国际的比赛，这是值得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这个尤其是这个这3年来，我们第一年我们没参加，去年我们也参加了，看到这个篮球的茁壮，非常的高兴。但是我有个不求之请，杨校长，因为我身为男子的篮球代表，这个你们只有女子篮球邀请，所以我大胆的希望请求您跟高雄市政府3号居委，在未来的1-2年之内，能够扩展到佛光杯大学男女男子邀请赛。这样的话，我相信不但是这个
这个更有意义，而且赛事更会这个。我希望能够变成我们国内第二个威廉琼斯杯的国际邀请赛。要讲话的人很多，所以我们只是仅代表我们9个团员，都是老字辈的。啊，感谢这个，首先感谢星星大师邀约，也感谢南校长邀约，跟高雄市政府三号体育会的这个大力的协办跟邀约，谢谢各位，在这儿仅代表，希望大会胜利成功，也敬祝各位长官、媒体界的朋友、篮球界的好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谢谢我们陈国总的祝福，谢谢。相信您的声音，我们的校长跟会长都有听到。那今天呢，真的是我们很多资深国手莅临哦，真的是象征我们篮球精神的传承，具有世代相传的历史性意义。我们是不是再给这些资深国手一次热烈的掌声？真的非常感谢你们的莅临。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有请我们三好体育协会赖维正会长来为我们致辞，掌声欢迎赖会长。局长、处长、校长，还有我们的老国手，大家好，大家吉祥。本来我刚才准备要讲的话，校长都讲完了，所以我脑袋里面空空的。那忽然我们的老国手讲了几句话，让我又醒了起来。因为我接这个三好体育协会的会长，也是在睡梦中接手的，大师特别指定赖维正你做会长。有时候我做什么会长，你做三好体育协会的会长，我就这样把它接下来了。对不起哦，老郭说女生我都搞不定，我搞男生很难搞。你如果要搞可以，你请孙昭想办法。孙昭就是我们三好体育协会的背后的推动者、支持者。那如果他有好的计划，我想我们三好体育协会也责无旁贷，我们会把这个任务接下来。那今天其实请到各位老国手，最主要就是说这个记者会，这是一个篮球的传承，怎么样让我们的年轻的球员能够记得在50年前他们都是国家的代表队，他们都是在国家争取最高的荣誉。那么我是希望说，因为这些老国手的今天的来参加这个记者会，今天的能够来参加这个国光杯的，也能够带动我们一下我们台湾我们的篮球怎么来求进步。我最主要是说，今天有11个杯子，我想每一个球队，我必须感谢每一个球队啊，都这么从各地来参加。那么我想他们各取所需，要打冠军的就把大的杯子拿走啊，不要留在最后的，我们也有奖杯，我们也有奖杯。最重要的呢，还是把这个国际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友情留在台湾，好不好？谢谢各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的司仪特别要我特别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次呢有很多的抽奖，其实不多了，只是看起来比较大一点，比较大一点。那么我们的司仪是不是给他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菜单，好不好？谢谢，谢谢。好，谢谢我们的赖会长，谢谢。好，现在呢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次国光杯呢邀请赛呢，真的是不止看好球，还可以拿大奖哦。首先呢，让大家看到就是2台哦非常显眼的摩托车哦，就是我们这一次最大奖哦，掌声一下哦，我们最大奖的2台摩托车哦，这个是由蔡依林和彭于晏所代言的，骑上它你就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明星了啊。OK， 好，另外呢还有我们有10台的 iPad mini。有10台的 iPad mini 给你抽哈，所以来看球赛还可以得大奖。有10台的 iPad mini， 以及呢还有我们国光女篮的公仔，
佛光女孩公仔，这也是呢特别呢因应这一次的活动呢所做的很可爱的这个纪念公仔哦。好，还有呢就是我们的 MP4 好播放器，好，现在这个 MP4 也是相当流行哦。这个呢我们有准备有32台哦，32台给你抽哦。好，另外还有背包哦，蓝色的背包哦，有10个背包哦提供给大家，以及还有300张的电影票哦，300张的电影票哦，所以奖品是非常丰富的。那还有一些呢现场没有摆放哦，包括有蛋堡玩偶啊哦，电脑键盘、行动电源哦，还有很多的这个背包跟毛巾哦，所以奖品是非常丰富的。那大家来呢哦，不只是看好球，还可以拿大奖哦，所以这真的是三好的赛事哦，不只展现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三好精神，更是好看、好球技、好康多的赛事。必定让大家满载而归，我们是热烈掌声哦！谢谢我们三好体育协会哦，提供这个丰盛的奖品，谢谢。介绍球队，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一一介绍我们这一次邀请赛的球队。那我们这次邀请赛呢，总共有6个地区，11个代表队伍。现在就为大家一一介绍这次参赛的队伍。也请介绍到您的队伍的时候呢，请你站好各位。是我们李凡松领队以及曹平教练所带领的，欢迎你们，以及来自国光大学的女子篮球代表队，是我们赖维正领队以及李祥淑教练所带领的团队。好，接下来是来自我们印度尼西亚印尼国家女子篮球代表队，欢迎你们，是由哈萨贡扎里领队所带领的团队，欢迎你们。好，以及接下来是来自 France 来自法国里昂第三大学女子篮球代表队 France welcome， 好，欢迎你们，欢迎。那接下来呢是来自 Malaysia 来自马来西亚的女子国家篮球代表队，欢迎你们，是我们陈时和跟欧西云所带领的团队。那接下来是来自我们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女子篮球代表队，欢迎你们，欢迎，是我们金立康跟梁嘉英教练所带领的团队。那接下来呢，我们欢迎国立台湾科技大学女子篮球代表队，欢迎，是由我们陈忠诚教练所带领的球队，欢迎你们，欢迎。那接下来是来自我们北京大学女子篮球代表队，欢迎你们，是由我们花林教练所带领的团队，欢迎。好，接下来是来自我们台北市立大学女子篮球代表队，欢迎你们，台北市立篮球大学。那这个是由张胜杰教练所带领的团队。那接下来呢是来自我们西安工业大学女子篮球代表队，欢迎你们，欢迎，是我们陈雅玲领队以及刘鹏教练所带领的球队。那接下来最后呢是来自我们日本山形大学女子篮球代表队，欢迎你们，是我们刘明煌领队以及大神训中教练所带领的团队。那现在我们也请我们各队的明星球员到台前来，然后我们要有请，好，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各队的这明星球员，来，热烈掌声给予他们哦。Show your perfect pose. So let them take a pictures. Okay, 媒体朋友们有没有希望他们摆什么 pose? 运球吧，好，运球。这个转球也可以，好，或是摆出奥运被投篮的样子。哇呼！好，做投篮动作，来，预备投篮。1, 2, 3，呼！好，防守，防守，防守。那要有人来攻击他们。OK。好，那我们再热烈掌声，谢谢我们这些明星球员，谢谢。接杯仪式，我们有请各位明星球员呢，还有我们台上所有的贵宾，
一起到我们的台前来，还有我们台下的球员也可以一起上来，我们要进行我们的接杯仪式哦，一起为我们这一次呢，我们三二一哦，预备哦，三二一，接杯，三好来拜，三要选手，我们下面的掌声，祝福这次参赛选手能够获得荣耀，满载而归。用篮球放眼全球，让所有代表队伍都能够获得光荣。我们也预祝呢，所有比赛队伍都能够发